原本还以为你在藏拙，原来只是个筑基器的垃圾，居然还敢挑衅本皇子。怎么，你不敢和本皇子比试吗？此事有失公允，我输了自废手脚下跪道歉，但我若是赢了怎么办？笑话，本皇子一个金丹期能输给你一个筑基期修士？本皇子要是输了就四肢跪地学狗叫绕凌霄宗一圈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那就定好了。不要输给这家伙！现在你向我求饶，我可以考虑只断你一条胳膊。六殿下可要受着千力，我们毕竟是在凌霄宗的地盘上。二供奉说的是，对付区区一个筑基期修士，本皇子用三分力就够了。希望六皇子见谅，我最近修为小成，不是很收得住手，所以……你说什么？希望你接得住这一招，可别挂了。这是筑基期修士的实力？我难道修的是假的筑基？难道是叫六皇子太水了？卑鄙小人，居然趁我没拔剑就偷袭！果然，这家伙修为虽高，但水分太大。不过，倒是我验证自身实力的好机会。有没有搞错呀？这一大堆法器还要不要脸了？兔包子，修行就是讲一个法财履历，我这每一件都是最顶尖的法器，是你这种下等修士一辈子都买不起的。玄武剑气，给我劈！好虚浮的剑气，外强中干，白瞎这把剑。不过正好，来试试我的肉身强度和赤炼甲搭配起来的防御力如何？陈师兄，当心啊！来了，这招攻击才勉强像的样子。果然，见识过林师姐还有暗玉门妖女那样的高手，这种货色，实在是提不起劲。怎么可能？这居然毫发无损！那，结束这场闹剧吧！二哥哥救我！庶子而敢！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阴狠的手段，居然隐藏实力妄图谋害六皇子，就拿你的双手来赔罪吧！师弟小心！混账，你敢动他？很好，试完了防御，接下来就来试试攻击。破！居然能破开我这一招，这怎么可能是区区筑基的实力？二供奉，看到了吗？若我真用全力，你觉得六皇子能活吗？年纪轻轻就有这等实力，恐怕又是下一个林世玉。若是成长起来，日后必是我玄武学院大敌。小贼，在凌霄宗放言要废掉我师弟，你未免太猖狂了。二供奉，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这家伙他……够了，你给我闭嘴！大姐，你居然帮外人说话，还打我！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多吗？给我闭嘴，回去我再收拾你。这次是我皇帝失礼了，结盟一事，我会如实汇报父皇，由他来定夺。既然长公主有令，老夫就暂且罢休吧。让我丢这么大脸，陈云，这事我没完。等等，那是近期机缘，三天后被堕落心魔袭击，反而练成道心，从而激活引龙血脉。堕落心魔，难道和堕修罗有关？不行，得想办法提醒他一下。真是多事之秋，偏偏那个白痴还净给我添乱。唉，可惜没打听到
那位化龙道人更多的消息。他和真龙有关，也不知道是否和我玄天王室有所关联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别紧张，我并无敌意。您就是那鸡腿窝蛇的幻龙道人？没错，正是本座。小丫头，本座此行是察觉你与玉缕天机有关，来提醒你一番。不知前辈有何吩咐？啊，陈云，他身上的血脉好像……陈云，你听错了，本座不是陈云。还说你不是陈云，声音都一模一样。陈云，你忘记变声了？铃铛，我回去再和你算账。好吧，确实是我，长公主殿下，这事说来话长。你听我狡辩，不对，我是说你这家伙装神弄鬼的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而且，为什么会有真龙跟着你？别误会，我此番前来是替家师幻龙道人来提醒你一件事的。初夜，我这是在哪里？